就叫做什么的彩虹天协会 Rainbow Sky Association 是泰国唯一合法注册的一个同性恋的机构。我们能够注册呢，是要经过一番很漫长的斗争。人有很多性别，有男有女，有男同性恋，有女同性恋，还有跨性的的人，跨性的男的可以，女的可以，啊，还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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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好像天空的彩虹一样，有七颜六色，哈。想看今年的2005年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，那么60年前吧，就已经提出人权这两个字了哈。那么西方国家他们都已经引起了共识，那么后来才慢慢到东方国家也有这些共识，但是呢，它是一个两个空洞的词，还没有把它变成一个社会的实践。那你想看60年前联合国提出有这个人权是在 San Francisco 三藩市成立的这个联合国，你看60年前在泰国，今天2005年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同性恋的会议。Thank you very much, Professor John.这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气氛。那么谈到我们泰国的气氛呢，我们以前是军人统治的国家，到1972年有一股学潮，就是学生呢就暴动了，就起来游行啦什么什么，就把我们的那些军人的统治者给赶走。那么从1972年，我们就从那个军人独裁制变成这样的一个民主选举制。那你想想，你想看1972年那一年才把联合国的人权引到泰国来，从1972年是泰国人第一次听到人权这个字眼，那么从1972年到今天的2005年才有这样的一个同性恋的会议在泰国举办起来。那么你看，我说我是一个世界人，我就等了60年，我是一个泰国人，我就等了这个30年。好，你想看，这是意义很重大。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，我们泰国呢是开始迈进民主选举制的同步。哎，这个人权在泰国呢有好处吗？啊，那个好处太大了啊。它是允许我们泰国成立很多很多 NGO 就是 non-government organization， 就是非政府的组织啊，比如工会工人，那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协会，他们可以为自己说话啊。前几年吧，我们泰国也来了一个大震惊，有妓女保护妓女什么什么什么的协会。哎，那么我们就想啊，你看连妓女橡胶大象都有人去爱护它大自然他们也不是人，那么他们还有人去保护他，你想看，那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，七情六欲啊，什么什么都有啊，我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我还是食人间烟火的，有血有肉的人，那干嘛没有人来保护我啊？我又是同性恋，我在泰国，全泰国人都知道我是同性恋，
那怎么办？你看，连妓女他们也有他们的机构了，那我们就凑在一起了，就一帮人就凑在一起，就开始我们的活动，我们的 activity， 是在5年前就开始，5年前。同性恋成立这样的一个协会，是不是会败坏风俗？那这个什么文化司他一定要来监督你，来监督你。那么我们就冲啊杀啊，要过五关杀斩六将。那么2年前我们终于过关了哈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那么我们这个协会成立了以后呢，怎么办？我们要有一些社会的活动，要对社会有贡献。我们开了一个咨询部，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打电话来向我们咨询。比如有一对父母，他生了一个孩子，那他孩子他已经是一个男同性恋，那他怎么办？那么还有很多人，有一些女的打电话来，哎呀，怎么了办呢？我的老公开始好好的是个男人，那后来他就跟男人睡觉了，我的老公变成别人的老婆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呦，那还有一些男人打电话来，哎呦，怎么办呢？我的老婆变成别人的老公了，啊，怎么办？性向就是 sexuality， 性别是 gender。我的性向和性别在泰国已经是公开好久好久了，而且是在电视上公开的。在电视上怎么个公开法？电视上呢，我就把我自己的人生在电视上从头到尾呢口述了一遍，不是一遍，什么节目啊？那个是好几好几遍，都是一些一些什么呢？座谈节目，是一些座谈节目，在电视上。泰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。那么有一个老奶奶，我非常感动，他们到我们的 office 来，那他说他有一个孙子。他也是个男同性恋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还很乐意上了广播电台。这个老奶奶上广播电台，他跟泰国的听众说：“你们别理他是什么东西，你要好好的把这个孩子带大，要好好的把他要培养起来。他是什么人都没关系，只要你把他养成个好人，把这个好的公民献给社会。”那是一桩喜事。在您自己的个人经验里面，有过很痛苦的，比如说身份认同或者受迫害、受排斥的经验？同性恋者都是要走过这样一段的路，都要披荆斩棘的过来啊，都要炼狱。这一段炼狱呢，很痛苦啊。我们最爱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。我们还不能跟他开口说我们是同性恋，去学校老师是我们再生的父母，这个再生父母也不能跟他沟通，那么朋友也不能，也就这样的一直这样的过来，我们是过着一种很非常孤独的生活，这样的过来。到我们长大了以后呢，连这种人是一种耻辱，是家庭的耻辱，是学校的耻辱，是公司里头的耻辱，所以我跟我妈上街，有时候我也被会嘲笑。那么这嘲笑呢，不是我一个人的痛苦，那我妈站在我旁边，她也会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社会呢，它需要有一种什么呢？一种 education。有句把社会呢教育起来，说其实这种人他也生活在我们中间，从开天辟地那天起，从盘古开天，女娲补天，女娲捏土造人那时候起就有这种人了。那我们中国5000年的历史，这种人也一直都有，但是社会上呢就没有一个知识去认识这些人。去认同这些人，那么直到今天呢，你看中国走过了5000年，泰国已经走过了几百、八百年、900年啊，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会议，我非常高兴。
很多很多协会，他们都会给他们的会员准备他们晚年的一些养老丧钟、养老送终的事情。就唯一我们同性恋还没有成立一个协会来照顾我们自己的人。那你想看，社会上吧，很多残疾人的基金会，很多残疾人的那个机构哈、啊。那么残疾人有人照顾了，那我们这些人，如果以后我们老了呢，怎么办呢？没儿没女又没结婚，那谁来养我们呢？你看昨天晚上那个71岁的老太太，她其实她是一个男的，应该是老爷爷。但他跳得非常漂亮，你看，他每天晚上还得到美啊好多好多地方跑去跑场，这个地方去，就几块钱，如果把它折合成人民币，这个地方是几块钱，那地方几块钱，就是想着去凑起来养他自己。那么他死了以后呢，谁给他火化呢？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协会呢，我们很快就会成立一个，变成一个什么慈善基金会。他以前没挣下什么钱来吗？说起来吧，这些人也很可怜。第一啊、有很多很多同性恋者，就是他缺乏一个社会的沟通，连他跟他的家庭也不能沟通，跟他父母兄弟姐妹，很多很多的都是很早很早就离开家庭。因为他不能按照他们家人的要求去生活，去结婚啦，去生孩子了啊，他们就单独在外面生活，这就变成六亲不认的人，变成一个流浪者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悲剧。那么，他们流浪了一辈子，那后来呢，他们就冻死街头。我今年50多岁了，我活到今天，我才觉得，哎呀，我原来我有人权，我原来我也在这个人权的保盖下受到保护，这个联合国这个60年人权才到今天才能开会，但是人权要在社会上实现到我们这些人来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要您对我们中国大学生学校的同性恋同学说两句话，你会说哪两句话？这次吧，我在舞台上跟我们的会员说，我会每天换一个装束。我知道在一个国家，每个国家都有它有的每个国家的背景，有他们国家的情况。好，比如缅甸吧，现在它不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，那缅甸的同性恋他不可能来。我今天就穿了一个筒裙。为了我是代表缅甸的同性恋在今天，那我也知道中国也不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，啊，我好像我第一天我在做主持的时候，我就穿了一个中式的，半中半洋的，那个我也是在给中国的同性恋打气，啊，明天我可能会穿一件老挝的，我会给老挝的同性恋打气，我会告诉你们说，你们的确存在。就算你们旁边的人觉得你们不存在，但是你们的确存在，而且你们呢还有一个做人的权利。但是这个权利呢，什么时候才会带到中国去呢？那么还要我们一起共同来奋斗，和平的奋斗，和平的沟通，人以和为贵。好，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把这个人权带到每一个人。